啊，你说就行，先上去啊，上啊，你弄就行，到时候啊，上完电再怎么弄。上上机上电。嗯，再把这里上上去。嗯，还有哪里？应该有一个空气开关。嗯。来给充电。把这个再开开。然后。稍等。机芯开关。嗯，往哪转？往哪转？这里有箭头吗？啊，往这边转是吧？啊，往这边。钥匙开关。打开钥匙开关啊。嗯，往这边也是往右。这有一个按钮开关，这个是启动激光器的。嗯。按下之后，嗯、等五秒钟。五秒。嗯，然后再按这个。那个是干啥的？这一个是，相当于是一个激活开关吧，就跟发动汽车打火的一样。发动。然后按一下。这现在激光器已经上电，准备工作了。哦，那个这个得按上五秒再按这个。按完这个五秒按这个。哦，嗯。然后现在就可以工作了。现在这样子就完事了。嗯。哦。就可以焊了吗？对，因为关了，可以关了，这已经录。